奥运金牌榜一夜大变，中国军团穷追不舍，举重绝杀天津，美国危险。在北京时间璀璨夺目的八月八日，中国奥运军团在全球瞩目的舞台上再度绽放异彩，豪取三枚金牌，奖牌榜上熠熠生辉，以二十五金二十三银十七铜的辉煌战绩稳居次席，续写荣耀篇章。这日，力量与美的交响曲在中国健儿身上完美融合，举重与花样游泳双喜临门，共绘传奇色彩。 举重赛场上，侯志慧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，于千钧一发之际上演惊天逆转，最后一举力挽狂澜，犹如凤凰涅槃，绝杀夺金，展现了中国举重梦之队的非凡实力与坚韧意志。 面对奥运名额的精简，中国举重队精挑细,细选六名勇士披挂上阵，皆是夺冠热门。首日之战，李发兵便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在男子六十一公斤级决赛中力压群雄，以三百零三公斤的总成绩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，开启了金牌收割的序幕。转至碧波荡漾的花样游泳池畔，中国花游队更是以惊世骇俗之姿，书写了历史的新篇章。 他们在之前的比拼中已累积近七十分的领先优势，决赛场上更是毫无悬念地将金牌揽入怀中。特别是在技巧自选项目中，以二百八十三点六九三四分的绝佳表现再次问鼎，三项总分高达九百九十六点一三八九分，将第二名美国队远远甩在身后，超过八十分的巨大差距彰显了中国花游队的绝对统治力。这枚金牌是中国奥运史上花游项目的首金，意义非凡。 历史铭记。此外，赛场之上，中国健儿多点开花。郭青在跆拳道赛场，邓丽娟于攀岩之巅，各自摘得银牌，为团队荣誉添砖加瓦。而冯子琪则在女子自由式五十公斤级项目中，以一枚铜牌为中国军团再添光彩。至此，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奖牌总数已达到二十五金、二十三银、十七铜，虽暂居次席，但每一枚奖牌的背后，都是中国体育精神的光辉闪耀。 放眼全球，美国队以二十七金、三十五银、三十二铜的强势表现继续领跑，澳大利亚与法国则分别以十八金与十三金紧随其后，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。然而，在这片荣耀的战场上，中国军团以不懈的努力与卓越的表现，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